第十八题，钾化合物与 HCl 最终之化学反应是为钾加 HCl 生成 NaCl 加 H2O 加 CO2， 反应是尚未平衡，则下列何者可能是钾的化学式？做这一题，我们可以仿照前面第十题一样，把它平衡好，然后看呢，我们前面跟后面的我们的原子的种类跟数目要相同，然后让它一样，然后会写出我们的化学式。但是我们有个更简单、更容易的方法，我们看到呢，这边的东西里面并没有所谓的硫元素，所以呢，钾也不会有硫，所以 A 是错的。这边呢也没有所谓的钙元素，所以钾也不会有钙，所以 B 也是错的。那我们扣掉了这边的氢跟氯之后呢，我们发现我们的钾就必须要有钠，必须要有碳，必须要有氧。那我们看到了猪呢，它并没有所谓的碳，那么这也是不会对的，所以只有 C 是有可能有钠、碳、氧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 C 才有可能是钾的化学式。所以第十八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何者可能是钾的化学式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 Na2CO3。